你说你长得这么帅，一点君子风度都没有。我答应你一个别的要求，合理合法就行。儿子，限量版的盲盒拿到了吗？嗯，拿到了，马上回来。饭都快做好了。等我。哎，这位帅哥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限量版的让给我呀？这个盲盒对我很重要，嗯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开个价，就当是我买了它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你就帮帮忙吧，我在这套了一整天了都没套着。你刚刚拿的那个圈儿，蓝色的那个还是我的呢。给我来九个就行。那我不管。你说你长得这么帅，一点君子风度都没有。我答应你一个别的要求，合理合法就行。我就是想要你手上的那个限量版盲盒。这个送给你。你以为你是霸道总裁啊？也不知道咱俩谁霸。这世界很酷。